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0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一堆的老东西，08动画的快速变形，或者是叫做一键变形的系列。那这是一位北京的变形金刚同好朋友呢，大概在几个月以前呢，就已经寄过来了。那拖了很久的时间啊，终于有一点点的空档，我们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发过来之前，他就已经有跟我提过啊，东西呢比较多，然后呢会有一些呢是盗版的，那也有一些呢是会有缺件。那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原则上呢他发过来的呢，我已经全部呢都摆在画面里头。那有一些呢是真的是 像这个 bokeh 啊，这个是山寨的啊，你看这个头，而且身上没有这个 logo 啊，这个已经是根本是站不稳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logo 其实是。我就怀疑啊，它是不是跟正版的是弄错了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一款的话，就看这个头雕肯定是 KO 啊，不是 KO，就是一个山寨。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已经松到站不起来的一个 lockdown。那这个狂派的标志你们看起来怪怪的啊，这个也是一个盗版的玩具。那以这个 OP 的话应该是正的，但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做过 OP 的一个正版的一个开箱，所以这一集的话我们就把它给跳过啊。那它旁边的话呢，有一个应该是 Ultra Magus 的配色吧，还是什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山寨的一个。那摸起来的触感呢，就很明显的不同。那有一些关节有一些小小的简化。那 Bumblebee 的话呢，也有三个。那我是比较确定这个是正版的，胸口有一个博派的一个标志啊。那这当中也有一些很奇葩的啊，比方说像是这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一摸这个塑胶，一看就是一个仿的。这个Seek 小的中的某个成员。它这个头，你会发现头很奇怪，它这个头还做小了，它这个头的大小比例也是不对啊，就做得非常的，非常的让你能够辨识它是一个 KO，然后就是摸起来的这个倒角处理都是，就是比较弱的啊。那当时这些玩具的话呢，可能大家也就是喜欢啊，就是小朋友喜欢就买了啊，也不会去区分那么多啊。以前的一些所谓的盗版的话呢，是真的是价格低，但质量也差。啊，但是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就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那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只会跟大家呢录一二三四。为什么挑这四款呢？因为我没有在节目里头呢拍过这四个模具，而且呢，这四个模具的话是目前这里头呢，我发现它的功能的一个一键变形的功能之类还是比较正常的这几款。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救护车。救护车的一样，这个辨识度很高的一个心电图啊。那它的一个车形态的话呢，因为是一个一键变形啊，大家也就不要苛求太多一些小破绽了啊。那这个地方呢，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卡紧啊，不知道是我什么地方没有去变形到位。那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这个触动的一个位置的话呢，其实认真来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触动的位置在哪里。那我只知道说呢，它那掰一下，它就变形完成了啊，非常快，对不对？一下子就啪，很快啊，一下子就什么，反正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留言给我留这个，说啪很快呀、啊，啪一下就进来了，很快呀、啊。这个你们都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闪电五边嘛，对吧？其实这个闪电五边在台湾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年轻人不讲武德这种事情啊，是两岸三地都一样的。哈 啪很快啊，哎是吧？啪一下子就过来了，很快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今天不是有一个太极拳的大师被这个。被一个是一个格斗的一个什么高手给 KO 了，12秒击倒了，对不对？好吧，那击倒了就没关系啊，找救护车就可以了啊，救护车这个，那这个哑光的一个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造型的话，可能跟现在大家的主流喜欢的这个救护车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个不太一样。那这一款的话有点意思啊，这个我还一度怀疑它是不是，这个我有点怀疑它是正的还是仿的，因为它实在是。做的有点意思啊，这个是看起来就是跟 Bumblebee 是一样的一个模具，但是呢，它变起来之后呢，你别不要说变起来了，我就是看这个配色就知道，它是一个Cloud Jumper 的一个配色。那它的一个一键变形的一个触动的话呢，是整个地方按下去啊，这个头卡住，因为它这个头，啊，这个头是非常的逗趣啊，就其实08动画我是没有看啊，说真的，我08动画我是没有看的。就但是人物的话呢会认得，为什么人物认得？因为他的变形金刚的这个角色啊，像里头即便是 Jazz 啊、钢索啊这些，
人物的话呢，他还是有强烈的一个辨识度啊。那这个是飞过山，主要是这个头实在是太逗趣了啊。那身上关节是稍微有几个地方比较偏松啊，这个的话就反正年代久远的东西，我们就不特别去计较这个了。把它给做一个站稳。哎，这个头为什么都一直抬那么高，对不对？嗯哼。那最后的这个配色，其实这两个家伙的配色呢，让我没有办法辨识他们到底是谁。这个紫色吗？这个算紫吗？是这个天狗 Skywarper 吗？那这个是谁呢？这个我真的就不是很清楚。但这个看起来，这两个看起来应该是正版啦，应该是正版。那它下方是有做这个起落架的，起落架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收起来。那手的话是暴露在下方，是比较可惜。然后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那地方按下去，它会有一个这里分开，这两个卡扣要松开，然后从这按下去之后，它的一键变形就完成了。那最后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腿部膝盖的位置，还有把它的这个奶射线，它这个手的话啊，手跟后方是有个卡扣松开，再把这个奶射线的话呢给转出来。好，那这个的话呢，造型非常帅气的，应该是天欧吧，是吧？如果错的话，大家再给我这个留言指导一下啊。08动画的这个一键变形可以说是变形金刚系列吧，应该是发展起来是应该是最成熟，然后各方面平均起来应该是最好的一代了。这两个地方可以打开，然后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按下去它就会自动变形到位了啊。哎，你不给面子，我按下去了，你居然没弹起来啊！OK， 然后再把手臂的话呢，从翅膀上面呢给分离开来，旋转一下。好，那再把这个起落架的部分给按回去，就完成了啊。那么呢，08动画的玩具质量的高水准的话呢，就不用再多提啊。未来如果真的有时间的空档的话呢，还是会给大家做，但是我觉得几率不是很大，因为今年的一个玩具推出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今年虽然没有什么，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玩具，但其实玩具官方玩具其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很多的这个什么世代精选系列啊，然后什么网飞的配色版本，就一个模具给你出好几个配色啊，是非常非常狡猾的一年啊。今年的玩具呢会让人收到压力非常的大啊。好吧，那最后可能大家会关注到这一款这个一见面这个钢索，其实很早以前我有做过啊，这个钢索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非常的帅，我就拿它做个 ending 吧啊。从这个地方就按下去的话，它基本上就会一键变形到位了啊。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 Grimlock 这08动画片的一个钢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感谢这位啊北京的变形金刚朋友呢，这个千里之外呢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些玩具。那他的话呢是希望我呢挑一款玩具呢签名之后呢，然后再回寄给他。这个的话呢就我再看一看吧，我应该挑哪一款。理论上我是应该要挑 Megatron 对不对？但是这个 Megatron 的话，他身上好像就是可以签名的地方好像不是很多啊，我可能挑个 Bumblebee 吧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